差一点就赶不到时间了。我呢，现在要去巴黎，是三个小时从新加坡去巴黎，希望我在飞机上睡得着吧。我们现在要去找东西吃，可是巴黎在下着雨呢，看到吧，都在下雨。这是我的早餐，重点是早餐的景色。我们终于来到了 Versailles， 已经变凉了。一号上妆，对，这边好上妆。因为我最近都有在用这个小安瓶，它特别轻，然后很好吸收。再加上出了这种小罐装的，特别好，就是携带。是巴黎时间的晚上七点，然后是北京时间的一点多吧。时差精找上了门。重点问题是你刚才还喝了酒，想喝的也。我的酒量是特别差的，在你桌子上发现了一个可爱的兔杯子。对呀、啊，嗯，这是蛮解的，对，好可爱。后面的这个雕像是一直在动的。All right.